哎呦我天，这又开始刨坑，这打算种啥呀？种白菜。我这一会儿没盯住你就跑地里来了，这么大片全种白菜啊？那边都种完了。是吗？啥时候种的？才种的。这坑都刨完了呗？这。啊，这坑刨完了就上粪就行了。哦，上粪就可以了。嗯，刨完坑上上粪，完了把粪呢一翻扣到底下，完了上顶就剪籽。就这么简单？嗯，就这么简单。还简单吗？啊、嗯，我好几道工序，多麻烦呢、啊。我一会儿给你干。哎呦我的天爷！那这是啥呀？白菜籽儿，这么小啊？那一个坑得放几粒啊？你看这么小一个籽儿，那白菜长得可不小吧？啊，你看这小。那我要是放一把，它是不是长出一把白菜那一个坑里？长那一把白菜，它也不成形，有啥用啊？这一坑里放多少啊，导演？挣点小籽儿，哪能数得过来呀？反正我就这么捏这么一点点，多点就多点，少点就少点。是不是到时候长得多的还得往下拔，啊、就当小白菜吃了？对对，就留一颗。哦，就留一颗。就是玩儿。嗯，开始种吧。你看那小籽儿，你说里面放一锹啊？一个里头怎么的也得有一捧。这个肥这么没劲儿吗？嗯。都自己家发的，整的肥这么没劲儿吗？那有多大劲儿啊？这草不是那什么，啥都有，还糊的黄豆。糊的。你那时候干啥呀？绷着籽儿啊？他这时候绷着籽儿，我说怎么奇奇怪怪，怎么整这么别扭呢？他那时候绷着籽儿，这种拿锹，你给那玩意儿放一边去。我怕他丢了，我得看好他。对，这时候是上那里一遮。得多高点儿，没得几个劲儿，就点儿黄豆还有劲儿。嗯，那些个杂质这东西能有多大的劲儿？行吧，给你敲，敲行。我还问行不行，自己还自问自答。你看我新研发的路数，男的敲不行。不是，咱俩这样整不快吗？多倒点儿啊，没得几个劲儿。哦。你的功夫都录完了，一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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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后面买一籽吧，都给你。啥呀？这你看，把一脚把球踩断了。断了，我就我踩那个。俺停着咔吧一下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么正好啊！你别用了那玩意儿。那我还想翻坑呢，大锹我拿不动。不用，我看后面踩成啥样了。哦，折了，这是。嗯。哎呦我天！你这脚多有劲！给你们看看，这个印儿全是我踩的，但凡那种印儿全是我踩的。哎呀！看看就是、你别整了，别整了。还好意思说、啊，都是他踩的。他踩过那个，就像人家上山的那个观察那个大熊脚印的，那个脚印子似的。关键你这土太悬了，整不整么一脚下去就那啥。那我奶踩咋没事儿？他奶还几斤儿？你奶那个小体重。他得多少斤儿？他得顶我俩还得多，他恨不得顶你仨呢。行，我觉得你拿那个正好。像不像小孩过家家的玩具？搞脚踩一下呗。搁脚稍微取了个坑，那、放这么些行吗？多了这么多，就捏几个粒就行。这样的，哎哎，对，那样也得有，都看不着你，也得有十来个粒儿，那再少点，嗯，然后埋上。不是你能看着这个籽儿扔哪儿了吗？我感觉好像看不着一样。搁脚先取了个坑。要我一脚下去，直接就是一个坑了。你都不用踩坑，搁脚取了个小坑坑能。你都不用那啥。对啊。不，那杨大伟脚一放上去，哎，就是个坑。对，然后你不用太使劲儿，然后直接一埋上就完事儿了。妈，这个放的多，这妈有二三十粒儿，完了就要找二三十个白菜。
你确定你撒种子了吗？我确定我撒种子了。今年在家又没有大白菜来找我了。我说我给你。你意思你那豌豆种的挺好，然后大白菜也有信心呗？对，那个大白那个豌豆粒儿多老大呀，一眼都能瞅着。这可真是看不见。这白菜粒高多少也看不见。你是那偷柿子的贼，那儿呢？我都瞅着了，那红的。我知道这红的，我看还有没有别的了。嗯，那就它吧。嗯，就它了。一个它就够。妈，这有点，没事，那没事。然后我们这晚上回去打个汤。你家里还有一个柿子？今天就拌了它。那里面还有。啊？拌不进去了，这地不太好。不是，那里头好像不行。那个熟了吗？没有，够呛。那就它就得了。走吧。走。来，这柿子再不来就坏了，这都裂口子了。你看，看着点啊，他那个多数都愿意这样的。哎呀，来，你看咱家这柿子多好呀，出沙了都。怎么搁那儿裂了呢？我刚才不知道怎么碰的。啊，出沙了是不是？啊，碰上了，不碰就不会。你看这里面多好。这是我奶奶晚饭，就比中午多了一个汤，是吧？哎呀，天热。吃啥东西也不是那么个哈的，就是冬天吃啥啥香。行，反正也倒也不糊了。天热就这样。